谢谢金晨妈妈。是啊，没事没事。等会儿你都吃点。嗯，吃吃吧。这个好吃啊，多吃点吧。谢谢。大家慢吃啊，味道好。你去哪里啊？哎，彤彤，吃这个。我呀，有事情想问你啊，彤彤，我想问你，你觉得凤乔姐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真的吗？来喽！蛋糕来了！哦！今天是谁生日啊？今天是彤浩的生日。这个蛋糕是大师傅专门为彤浩做的。哦，我没有参与哦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吃到我的黑暗料理。耶！哇！寿星啊，请。快去快去！我都不知道我是哪天过生日啊。就是今天。往后每一年的今天都是彤浩的生日。好，谢谢你们大家了，谢谢你千羽。我们为彤浩唱生日快乐歌吧。好，一起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希望以后的每一个今天都能跟叶千羽一起度过。许完了，吃啊吃。